我能不能在你这个臭豆腐摊吃个自助，就吃到我饱，一个人我也不浪费，你看行不行？40块，就吃到我饱，就是分给，就是吃多了我也就给40，吃少也就40。今天在成都的这个这叫抚琴夜市啊，哇，好多人，我来的比较早。泰式奶茶，老板给我搞杯奶茶。哎，臭豆腐，这个臭豆腐其实挺好吃的啊。啊，你好。这个臭豆腐怎么卖？10元，大份14。小份10块，大份14。对。就这个吗？就这个呀。哦，你这个臭豆腐是臭的是吧？当然臭了。哦，其实我吃过没臭的哈、哦。你小份多少？10块。小份11元，大份14是吧？啊，那你看我跟你商量是什么原因？就是我能不能在你这个臭豆腐摊吃个自助，就吃到我饱。一个人我也不浪费，你看行不行？是自助啊，我们还没有这样过哎，没有这样过，试试看吧。你这个正常一般人能吃多少吗？正常，我那天有个客人，他给我吃了3份，吃了2、3份啊。你的胃口很大吗？比普通人大一点吧。那4份。那你看吧，你看行不行？行，不浪费，4份你能吃得完吗？你说价钱就行了啊，你不能规定我吃几份啊。40，那就40也可以，40确定。那咱们讲好了，来握个手来。那咱们说好了，40块就吃到我饱，就是分给，就是吃多了我也就给40，吃少也就40。行，啊 ，OK OK OK， 那就搞吧，我们有汤的，有干的，你要汤的要干的。那先给我一样来一个嘛，这个是我的吧？对 ，OK OK， 哇，他们生意真忙啊。这个对象是谁？这是我弟弟。哦，你弟弟是吧？哦 ，OK OK， 哇，他那个油很干净啊、哦。这个是带汤的，酸的是吧？汤的。哦，你这个臭豆腐臭的，是吧？自己发酵的。自己发酵的啊。这个是干的。对，这是我们招牌外酥里嫩面爆浆。嗯，好喝。有点烫是不是？嗯。这真好吃，我刷到你视频来了啊、哎。我看你年纪也不大啊。28岁，哎，28岁，冒昧的问一下啊，我看人家小女孩28岁都是文职啊，干嘛的？你为什么来选择这里摆摊？我以前也上过班，然后也开过店，觉得，现在摆摊的话更具性价比，而且现在我收入也、很有眼光，很有眼光，厉害，现在收入也可以，可以，他的店生意非常好啊，哇，他这个真的好吃啊。真的好吃，但是我真吃过晚饭了，吃个10来份吧。嗯，就带汤了。他边上那个泰式奶茶很正宗啊，那个很漂亮，不要干了，我放在这里不耽误你做生意吧？不耽误我做生意。啊，那给我搞个这个吧，这个干的，一般你几点就收摊了？早的话9点多就收摊了。早的9点多，现在差不多9点多了哈。嗯。哦，几点出摊呢？一般4、5点吧。啊，好烫，味道真的很好，你自己学的吗？还是什么？我自己学的。自己去跟别人学的，发现？对，我有师傅，我跟我亲戚那边学的。哦。就一直在这个附近夜市摆吗？其实也没来摆多久，我们就来了五个月，哇！我因为我等他差不多等了1个小时啊，我拍的时候生意真的好，1个小时就没停过啊，哇！你感觉我这个能吃几份？你能吃几块吗？随便吃就是了。谢谢谢谢谢谢。这个美女也非常大气啊，我因为我吃完晚饭了，早吃点。还好你，不是应该感激感，还好你吃了晚饭了。哇！还有豆腐一咬开。里面还有姜哈，对，很嫩里面。每天豆腐能卖完吗？每天都卖完。哦，厉害啊！但是我们也要分嘛，有时候会带的少一点。哦。我后面问一下，你这个你有男朋友吗？那个是你弟弟吧？那是我弟弟。啊，我以为你男朋友。很多人都以为是我老公。啊，28了还不找男朋友吗？不着急，加上我每天做这个东西很臭，又脏又臭，谁会看上我呀？有什么要求吗？方便问一下吗？什么要求？
能过来跟我一起炸臭豆腐吗？屏幕间你们有要炸臭豆腐的吗？这个再给我搞一份吧。好好 OK 啊，这是第四份了啊。让你吃就是了，你别纠结这些，吃到饱就行。我要纠结一下，我这是微微辣。你微微辣都不算很辣了。哦，你谈过男朋友吗？我都28了，怎么没谈过男朋友？这个问题问的有点冒昧啊，我不是替我问的啊啊，能方便问一下，就最近一个是什么时候吗？最近一个最近就怎么分手了嘛？你知道吗？单身嘛？就是之前我不是跟你说我开店嘛？啊，然后疫情店里生意也不是很好，后来就把那个就把我的股份给退了，退了之后在家里面闲着没事儿，然后也没有什么收入，然后那个男生是成都本地的，家庭条件也挺好的。哦，嗯，就是他感觉还是两个人之间可能有点差距吧。有差距？对。啊，就感觉你店不开了，没，就没收入，就感觉你好像有点，不适合他。渣男。也不是啊。也不是是吧？那现在他知道你在这摆摊吗？他知不知道已经无所谓了，反正现在我自己挣钱自己花，我又不欠谁的，是吧？确实确实。都已经是过路人了。确实，这个思想很好，很正啊，佩服。因为我看你现在做的生意很好啊、嗯。还可以。啊。我反正现在挺喜欢我现在的工作。哦，真的非常忙啊。真的真的，我做这个工作之后我才知道真的是辛苦钱。哦，就是专你就是专门摆着摊，本身摆地摊，本身不做什么。不做什么，全职摆地摊。哦，可以。那 OK， 那再给我炸两份吧，一次。炸两份，吃得完吗？肯定吃得完，你就炸吧。好，你吃得完我就给你炸。好，炸好了啊、哦。就剩了最后一份了吧。都炸掉吧，炸掉早点下班。好，那我谢谢你。不用谢，都炸吧啊。OK， 反正差不多都炸到七份啊。哇，还是帽子呢。好了，一共吃了六七份，七份嘛，是吧？对。亏了吧？亏了就亏了，难得有客人能吃这么多，你多吃点，说明我豆腐好吃，还好吃。就是你豆腐就是好吃的。那个，你听我说啊，我就拍个节目啊，我看你也拍视频，嗯，可以出镜的话，可以啊，到时候我跟你合作一下，共创什么的都可以。啥是共创呀？你不懂，我到时候给你弄就懂啊。我护你四十了。OK 啊，就付四十啊。168。你听我。多了，不行不行。我这个怎么也卖不到168。你听我说话没有啊？不行不行，我要退给你。你不要，我就是拍个节目，并不想多吃你多少东西啊。好好好。